I guess that's not our first drone shot. I'm also thinking about that today. Everybody, if you got what it takes, 'cause I'm KRS and I'm on the mic and premieres on the breaks. Going out to the hardcore hip-hop. What up, everybody? This is Aki Scucci, 澳洲小窝。OK， 看我们前面这个，现在这个在做的这个stunt show， 英文叫啊，这个叫摩托展。今天我们来到了这个墨尔本摩托展啊，那下面呢就带大家基本上每个重要的柜台带大家逛一遍啊。希望大家喜欢这个视频 ，Let's go。给大家看啊，这是对，这是我的车，这是展示。我觉得这不是我的车，这是他们这儿的展示车，这是 C650GT， 然后这是它的姐妹版，运动款的 C650 Sports。大家看，今天摩托展示很多内容，这是310，然后我们现在进去看看到底有什么东西。我雅马哈这么多，全是雅马哈。这里小孩子都是从这些开始的，对啊。小孩子哇，这边，大家看这边摩托文化都是从小孩开始培养的，都是从孩子们开始培养的。你看看人家这文化，咱们国内就不可能，对不对？这国内蛤蟆骑摩托这不还得给打死？我天，还太淘气，天骑摩托。大家看这越野车，这雅马哈越野摩托。OK， 那现在呢，给大家看看雅马哈这边的这个，刚才看完越野啊，现在看这个运动款啊，运动款是新的23 ，brand new 啊 ，brand new fresh， 2019年的新的23。这个是 YZF26，这个是多少排量的？R6。啊，六百五零，650cc 的 R6， 这也是19年最新款吧？太酷了！对呀，我这车太酷了，那这车骑着不舒服呀，感觉不舒服，隔弹啊，但是好帅是吧？好看。哇，这是雅马哈新款的，这给大家看，新款这是什么？我也不懂，我也不是摩托车大拿。给大家看看，这是 XT1200ZE， 这也是19年新款的，1199cc， 两缸的。
23升的油箱，265斤重啊，这是应该是也是旅行款，跟那个宝马他们做竞争的。OK， 那现在重头戏来了啊，就是小吴最熟悉的这个踏板领域啊，踏板领域，雅马哈小踏板，这是最小排量的，这应该是 Delight， 咱看看，这个还真不知道，125cc 的，我之前骑过，可能没什么印象。然后这个是155cc 的，啊，新出的，这个两轮的，就是倒七轮，这个特别有名，这个，卖的也不便宜。那这个就到了，这是多少 cc 的？这是155cc 的，雅马哈 Max N Max。然后下面就牛逼了啊，越来越牛逼了。这是 X Max 300cc 的，这些都这一溜都还好吧。然后到这儿最牛逼 ，X Max 那个 T Max。大洋开始有雄鹰六速了，现在。然后这个是它的，这个是它的手刹，这是雅马哈的一个特点，一个手刹。OK， 那我们现在来到了这个雅马哈的这个英文叫 Naked 啊 Monkey Boy。这也是一个小众的，刚才朋友跟我说这是小众的一个品牌啊，大家谁知道在下面留言啊，留言，这个我真的没听过这个品牌啊，这个原谅小吴的无知啊，我不是这种狂热的这各种摩托都喜欢的爱好者啊，我就是比较喜欢 scooter 的。OK， 大家好，我找到了一家这个，这叫什么 ？Super Suco 是吧？这家他们就刚才那个员工跟我说，这家好像是澳大利亚设计，但是在中国生产的。然后他跟我说，在北京有好多人骑这个。然后我就跟他说，我是中国人，从没听过这个品牌。然后这个品牌出的这些车全是电动车，大家有谁知道可以在下边留言。哇，这摩托展真是藏龙卧虎。OK， 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地方啊，这个地方刚才店员跟我说，这个就是一个，说白了是个皮，就是一个袋子，就是说你骑车的时候，我看啊，给大家看前面这个，就是骑车的人穿上这袋子，然后后边这个乘客可以拉着那个袋子，就防止掉下去。这估计国内也没有啊，我很新鲜这玩意儿，感觉没什么用啊，感觉没什么用。OK， 现在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地方，这个是一个公司，它专门做这种 3D 打印的摩托的设计，所以他们怎么去透过 3D 的机器。大家看啊，印第安的展区，给大家看特别有意思现象啊，这是印第安的展区，然后砰，这边哈雷的展区，哈雷都有电子牌，这两个我靠，各种竞争有没有？那这车真的太酷了，这估计等小吴妈的岁数小一些，老一些，估计就换这种车，哇！我个人还是比较倾向于啊，印第安多一些。
OK， 兄弟们，现在我要试一下这个车啊。这个车我超级喜欢，真的。对，为什么超级喜欢啊？太舒服了，而且你骑习惯，还是那句话，你骑习惯了宝马六五零啊，再骑这个完全 OK， 因为重量。面板，对，面板很厉害，面板估计这得有七寸吧，六七寸吧，六寸。看完全美式的感觉啊，人运这车都是卡车运，有钱，哈雷真是有钱，我靠，有没有？去，太屌了，哈雷真是有钱。我真的，我刚才平生第一次坐印第安，然后一会儿澳洲小屋再试一下哈雷的试驾，咱进来看一下，感觉还是和这个小屋的风格有点，这个就有点太成熟了。三轮，咱们华人朋友这个坐在这个车上感觉稍微小一点啊，稍微小一点，这人整个就缩小了一些。哎，你别下来，你别下来。哈雷开始热身了啊，我们去给大家看一眼这个就是他们这边有个特技展演，就是哈雷的啊，给大家看一眼，先录一下。那哈雷好像。车道，疯狂。OK， 大家好，看见这车想到什么？鬼进村，对不对？鬼进村了啊！这实际上是一个，也是一个欧洲品牌啊，专门出这种啊带这个侧座的这种摩托车，这个叫 URAL。 坐着应该挺舒服的啊，感觉。操作台看一眼，然后咱要撤，就是基本的操作台，没有什么新的啊，基本就是说大灯、头灯、左右闪火，外加喇叭，这边是 Q switch。 OK， 在这个最后的一点，我们来到了这个川崎啊，川崎，大家看一下川崎，今天就差不多了啊。新的刀气雷三轮啊，雅马哈最新的三轮。然后这是一个可以体验 Vili 的活动，然后就是每个人都可以上去，然后你可以花好像十刀吧就能骑上去，然后完之后在这机器上体验一下就是抬头的这个感觉。但是好像这哥们儿一直抬不起来，好像比较糗，然后他的朋友在旁边那个给起哄啊，挺有意思的。
OK， 那今天的这个展会就差不多这样了。看了很多啊，大家估计大眼也长眼了啊，澳洲小屋带大家溜溜。OK， 那有什么问题欢迎大家订阅我频道，然后点赞啊，分享啊，我会做更多的这个摩托车视频给大家的。OK， 那 see you guys next time， peace。Hey，每天起床我都睡眼惺忪，心里想着这一天肯定过得又不轻松，但是硬着头皮也得把技能学习精通，身在澳洲但是报效祖国却在心中，你尝试知道每个人的想法。